以前的经历有多丰盛。来了来了来了，飞家军的到齐了吧？走。去哪儿？不花钱吧？我哥哥在油站上班，免费。不是免费，就是我，走吧。他们都在看我们哎。点都点跑，变枪跨死者。你飘多大？那边，慢点。怎么还没到？五十公里了。想免费玩是不要怕累？下班了，开始吧。走，分家军山顶集合，现在我们拍视频发同城。我和你荡秋千，荡到满天麦田。去醋泉买点吃的吧。就这些了。麻麻辣辣还包卷，越吃越上头。这是川菜掌门和辣条方明雷研发的正宗麻辣辣条。这些我就要了，其他成分。金哥，你看我们走过来都花了三个多小时。哎，那就请你们一局，走。金哥，就结束了吗？能不能再开一局啊？不行，老板开局会骂我的，快走。好吧，走吧，走吧。退出了，来回六个小时，就玩三分钟，别叫我了。我宣布分家军决赛。